你要不要再往里靠一点？那天看演出，你敢亲我了？我觉得，你说是就是。我问你，你该回答。不行，万一我不好了，那不是更是？那你怎么知道呀？就是因为太好了，患得患失。你不是困了吗？睡吧。不怕。如果喜欢你这个人，你喜欢我哪一部分？不都是在喜欢我吗？喜欢声音也没什么不好啊，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吸引我吧。